嗯，有一间铁板炒饭。铁板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板鸭鸡啊。老板有吃过？这高雄的这肉丝啊，有人安尼炒。唔错。唔错。高雄肉丝啊。哦。系啊。肉丝啊，都无一个。我猜，那个我知道。光头的嘛。光头，嘿，知道。啊，你还想着要用这种铁板？因为我自己做铁板烧的啊，我是讲出来试看卖。铁板烧出来试看卖。对啊，台南比较少。台南比较少啊。啊，铁板不是台南啊，就比较少看到这种的。啊、台南这种的、这种的跟尖顶有跟上面有无同款？它是跟中餐的话，它是户籍，也可以。火气较无同，火气火气，像看起来是变，怎么看无同？啊，我再用比较西式，用奶油下去炒，用西式的奶油下去炒的，用奶油下去炒。哦，对啊，啊，中餐的话，它是用一般的油嘛，啊，这嘛比相对它焦粉嘛，它那个它焦粉，它可以很粒粒分明。哦，对啊，哦，哇，这看起来都好像差巴瑞。你把它倒地是怎样炒？我这是牛排。啊，牛排哦。我等下用这呢。啊，你炒这个炒饭店都有炒什么？我今麦刚买炒饭店嘞。哇，炒饭最贵叫炒饭。哦，有，它有这种菜店才有。哦，也有。对啊，猪肉、牛肉、羊、猪肉、牛肉，然后鸡肉、虾子，对啊，都有。我这这样差不多了。哦，你这是正这样健身这个了哈。牛排。啊，都好好吃的。对啊。要炒我店的炒饭，抱歉，来开始要炒了，下面炒培根呐哈，培根猪肉，猪肉，梅花猪，梅花猪哦，对，我们用梅花猪，先帮我拿葱花猪了。所以是那些是你必备的啦哈、哦。你说这边吗？对啊。哎呀、啊，这边都是我自己切的。哦。对啊。你用蔬菜比较多一点。啊、你看我红萝卜、洋葱、蒜头、高丽菜我都用。哦，红萝卜、洋葱、蒜头、高丽菜，哦，全部都有。之后对，全部都有，然后之后会加一点葱花。哦，再加一点葱花就对了。对，蔬菜的层次。蔬菜层次的层次感觉比较多。对，比较多。对。哇，看起来安尼已经要食这蛋炒饭，就用得真好看咯。伊个平均每只饭粒的平均受热哦，多好。对啊。大家哦，大家饭粒啊，安尼会跳，会跳啊，会跳。对啊。来，这个我的这边好啊。OK， 金华土鸡块，你腌制过的？对，我腌制过的，腌过的啊、哦。对，腌过的。腌什么？就是一样酱油、米酒啊。哦。对啊。哦。让它可以入味一点。哦。啊、多菜啊、哦。哦，配色也比较好看。啊，这个把这个粉给你的这个。哦，哎，安尼比较水呢。对啊，看起来会满满的安尼。哎，来。